22号是世界地球日，海洋则占据了地球超过70%的面积。身为地球上的一份子，台达持续关注海洋生态保育，并且启动《鲸探之歌》的对白改编影片活动竞赛，邀请大家一同发挥创意，让更多人关注海洋议题。这次台达举办创意竞赛，希望透过 8K 的影像科技，凸显一些被忽视的海洋环境议题，并借由各位的参与，发挥创意，扩散影响力。想要跟着台达一起关心海洋生态吗？现在只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将台达远赴南太平洋赤道附近拍摄的座头鲸母女珍贵画面，加上自己的创意对白或者是改编，就有机会让更多人一同关心我们的环境，也能争取奖金。台达基金会长时间推广环境教育，2019年发表全球第一支 8K 环境纪录片《水起台湾》，2020年再推出了第一支 8K 海洋环境纪录片。台达为了地球一直走在最前面，诚挚欢迎爱地球的创作者一同加入。爱尔达电视综合报道。